年之前，西域的精绝女王为了主宰她的子民，制造了一种恶毒的惩罚。每一个企图反抗她、靠近她的人，肩头上都会长出这种咒力。最终，在惶恐中短命而亡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诅咒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所以千年以来，受诅咒的后人们都在努力寻找两样东西：木尘珠和龙骨天书。据说这两样东西合璧时，鬼眼诅咒就有办法解除。这龙骨天书的下半段提示了如何寻找木尘珠。苍穹之下，彩云之南，藏龙之巅，盘蛇之山，琉璃通幽，众生归泉。苍穹之下，彩云之南，指的是云南。藏龙之巅，盘蛇之山，是指具体的位置。琉璃通幽，众生归泉，这种环境描述还是等到了云南再确认吧。惊讶和胖子呢？他俩在忙着投机倒把呢。听我说，这龙骨天书他一准有啊。没错，只是我们今天实在是不方便拿出来让大家上演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对不对啊？孙子，你今天要是亮不出龙骨天书，爷我今儿砸你场子，你信不信？越砸越砸我！你大爷的！九爷，九爷，爸，胖子，哎，景阳，哎，亮出你们的后肩来。这种印记叫做鬼眼诅咒，等同于癌症。凡是沾染上他的，都活不过四十岁。有这么一群年轻人，原本与此无关，但他们想帮一个朋友解除诅咒的痛苦，于是他们鼓起勇气，勇闯龙岭谷。期间，他们遇见了成群的人面蜘蛛，还有上千只的红眼狼。除了他们两个，同行的还有胡八一教授、施里阳，包括我的女儿玲珑。无一幸免。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龙骨天书的价值不是在于交易，救人。这龙骨天书总共有八局，我只破解了前五局，剩下的三局还要请高人指点迷津。
除了你，我想象不出还有谁。或许有一个人能帮上我们。Shirley。一个好消息，周九爷帮我们打听到一个人，他叫陈玉楼，江湖人称陈瞎子。30年前，他率领一帮弟兄前往云南的献王墓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有陈瞎子一个人回来，双目失明，精神失常，从此住进了精神病院。这个就是陈玉楼。来了。他是真的瞎吗？真的瞎。前辈您好，久仰大名。我们是周九爷的朋友，今天特意过来拜访您，想要三位就不用客气了。姑娘，你好。姑娘的心脉顺当，有孝心，有分寸。应该是搬山门派的传人吧。小伙子，好，正印刚劲，天通地圆。你的个性我喜欢，要是没说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摸金校尉的嫡传之人吧。你没猜错。抱歉。二位男士请出去，今天我只想和这位姑娘聊聊。喜欢摸你的手，你可千万别介意啊。何谓彩云之南，藏龙之巅？你知道的。琉璃通幽呢？你有男人吗？刚才那个小伙子真不错，你们两个应该心有灵犀，因为个性所致，所以至今都没有云雨一分。嘿，可惜了。前辈，还请您聊正题。我再聊啊。众生归权怎么说？那个小伙子，他会让你感受到心潮澎湃，接下来那种飘飘欲仙的滋味。我再请教您问题。那种滋味啊，就会顺着你的血液去循环全身，到那时生命才有意义啊。到底怎样才能找到木尘珠？你找不到木尘珠，
不过那座山。什么山？你们是凡人，凡人看山就是山，可山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它有生命。凡人一生80年，山呢10万年，睡一觉2000年，翻个身就800年。你们这些肉眼凡胎的，怎么会看破沧海桑田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找到木尘珠。行了行了，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哦，但是最后我还是要送你一句。请说。那小伙子，你要跟他早日云雨一番，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。姑娘，当你心潮澎湃欲仙欲死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我是个好人了。你曾经和我们一样有勇气去寻找木尘珠，但今天你却躲在疯人院里，因为你怕了，绝望了，被木尘珠吓破胆了，对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找到他，哪怕葬身火海，就算和你一样瞎掉也在所不惜。你想看看我的瞎眼吗？眼睛，
差半米。这是古滇国的虫术，用人和畜的尸体来饲养昆虫。太恶心了吧！附近有强烈的磁场，看来我们离献王墓不远了。彩云姐，什么情况？我当兵时啊，在云南待了几年，认识了彩云姐。嘿，你还那时候够嫩的呀！八一，来喝茶。哎，好。来，请喝茶。谢谢。这是我自己种的茶，来品尝一下。哎，来，那你们大家慢慢喝。姐，附近有什么水路可以通往蒸龙山内吗？只有一条隐秘的水路，已经荒废很久了。那你能确定具体位置吗？孔雀倒是可以带你们去，但是蒸龙山非常非常的危险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。大一哥哥，你说话不算数，怎么久了才回来？孔雀，不要冒大冒小的。明天你要给大家做向导，千万不要带错了路。没问题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彩云姐的女儿孔雀，她是我。大一哥哥，我们一起种的小树长大了，我带你去看哈。走，走啊！我们一起种的小树长大了。我带你去看哈。谁啊？我，八一。找我有事？给你驱蚊草。这里晚上蚊虫比较多，点上这个睡得踏实。谢谢。其实是火虫，只要有人或者动物碰到他们的身体，他们就会立刻燃烧死亡的。哎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虫王，是火虫一生追随的领袖。没眼睛，只有嗅觉，只要打开瓶盖，他们就会失去寻找虫王的方向。
施令。如果有一天虫王燃烧了，所有的火虫都会来到虫王的身旁陪葬，他们比猎狗还忠诚嘞。给。神千丈，守王关。情郎入山除妖魔，我送情郎到河边。莫回头，此去一别，相聚难。愿做情郎一双鞋，踏过万水与千山，泪与暖，月光寒，不见情郎白衣衫。山下守狼归，河水潺潺似流年。给八一个轰啊，轰轰轰啊！
是这儿的。这是几年前的做法了，不晓得还能不能用。没问题，加固一下就行了。哎，白衣哥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，快回去吧。夜间的峡谷有毒瘴，你们一定要到最高的地方去过夜。听说山谷的最深处有一个飘在天上的小岛，如果你们运气好，敢在那里过夜是最安全的。知道了，你比你妈还啰嗦。真舍不得离开这儿。那些火车多好玩啊。喂，啊，你怎么偷人家东西啊？这怎么能是偷呢？我是借出来玩几天，等什么时候回客栈了我再还他。切，再说我这不还是为了逗你开心呢。啊，给我。给我。你这样先放我这儿，等你什么时候要了我再双手奉还。发着光的石头值钱吗？不是石头，是光钱。不，一种自主发光的微蜥蜴，习惯寄生在水底岩石上。教授，这里磁场影响非常大，无法确定方向。先继续往前走。哎，小鱼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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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鱼儿。哎，嚯！啊，哦，呼！大家小心，这是刀齿魁鱼，食人鱼的一种。他们只要闻到血腥味，就会凶性大发。王子，王子，过来！
咱没事吧？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吧。要尽快找到他们。这些恐怕都是修建献王墓的工匠，本想通过铁链逃生，却没逃过献王的毒手。哎，这不是鬼洞纹吗？看来献王也是金爵女王的信徒。立者起生。
入深渊。一起失灵了，准备发信号。如果他们离开洞口，应该能看到。走！快啊！
这玩意是蜥蜴吧？没见过，只知道它的听力非常敏锐，视力好像不超过3米。哎呦，你们吓死我了！你们俩跑哪儿去了？这别闹！声速平均340米每秒，乌云层的高度，再根据腹地目测面积和空气的湿度，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，大概需要3到7秒，雷声的延续时间大概是5到12秒。哎呦，怎么全是大概呀、啊？大叔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大事啊，能不能算准点？这大概是大几？行，你别添乱了你。距离日落还有多久？还有40分钟。开始倒计时，40分钟之后。毒瘴会布满整个峡谷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蜥蜴的视力范围只有3米，只要我们不发出声音，我们就是安全的。看见闪电时预备，听见雷声时开跑。在雷声停止之前，务必找到掩体。记住，我们对抗的不是毒瘴和蜥蜴，而是时间。Thank you.
交给你了。施令，小心。啊呀！快点！哎！峡谷里的磁石形成了环形磁场，这个岛本身就是一块大磁石。这么神奇啊。嗯，黄昏时温度降低，导致云层的水分受冷降雨，所以露出了这座岛。哥几个，这里就是孔雀所说的浮岛，一天之内会经历四季的变化。早上春风拂面，中午夏日炎炎，傍晚秋高气爽，深夜冰天雪地。哎，这地儿适合咱们俩以后结婚度蜜月。滚！朋友来自五湖四海，不
天安排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来吧艰难险阻，挡不住哥们儿的豪迈，豪迈，来吧妖魔鬼怪，我当你是下酒菜。一生不离开我的朋友，到了我们一起溜溜狗。一生不离开我的朋友，几辈子也要牵着手。老胡，咱折腾一天了，下去游一圈去啊！累得慌，鬼知道你是游泳呢，还是好色啊？我告诉你，老胡，有本事你别下去啊！走着，等会儿等爷。嘿，哇，扎死我了！多美妙的场景啊！要是能活得再久一点，就更好了。干嘛这么说？你看啊，胖子是真喜欢玲珑，玲珑呢，也渐渐地接受了胖子。你和舍利表面上云淡风轻，可实际上彼此都很珍惜对方。你话里有话。我呀，真有点不想往下走了。为什么？往下每一步都是凶险，每一秒钟都可能丧生。像我和大金牙这种老帮脆无所谓，可你们都还年轻，应该珍惜生命。我很珍惜，所以我想活得更久一些。我必须竭尽全力走下去，把属于我们的生命给讨回来。可这仅仅只是一个希望而已。希望就是希望，无所谓1%还是100%。阿姨，白爷，快下来！白爷，大叔，快下来吧！我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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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利呢，倍儿舒服，马上就来。大爷，快点下来！大爷，快下来！大叔，教授同志，开心点，相信明天咱们必然会有好运的。但愿吧。
海，绵延几十公里呢。咱们怎么下去啊？顺着藤条往下滑呀。这叫蒲楼花，盛开的时候是透明的，水分散掉以后就会褪色。老六，九爷，我要去见个人。只要他回到湖里，一分钟就能愈合。有办法吗？我想想。五行占位，吸引火力，散开。Thank you.
去帮他们吗？等我。可惜。
来追我，好不好？还好吗？现在就告诉你第七句的意思，跪者长生，回头是岸。那他们回得来吗？他们愿意回头吗？血流是循环的，这口棺材会把它送回洞口。或许不止他一个人，我已经破解了真言的第七句，跪者长生，回头是岸。是想让我们打道回府吗？我们一路上凭着勇气来到这里，此刻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再往前一步便是万丈深渊。凡人不能与天斗，回去吧。那些棺材是上天给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回去了，诅咒就能消失吗？我们都是父母养大的，都有家人，都有兄弟姐妹，回家去陪着自己的亲人喝一壶酒，睡一个好觉。没错，我们的寿命不长，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死亡，至少我们还可以享受剩下的岁月。比如玲珑，如果早一点回去，
他至少可以逼自己而已。是我把大家带到这条路上的。我们举手投票吧，不想继续走下去的就在此地分别。我退出。鸟儿飞不过海洋，不是没有勇气，而是因为对岸没有了等待。各位，我想送玲珑回家。要不咱回去吧，与其死无葬身之地，回去好歹咱能图个风光大葬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想往前走，我只知道如果今天我退缩了，总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来。这个咒印平白无故地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像是一种病毒，也是一个灾难。为什么不能拒绝他呢？我只是想走进这个施咒者，我想跟他谈谈，请他解除这个诅咒，仅此而已。是，我们都是爹妈养的，所以我们要有自由生活的权利，更应该有捍卫自己生命的勇气。我明白，如果我往前，每一秒钟都可能毙命，但我宁可这样。我要让这个施咒者看到，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人敢站起来反抗他了。诸位，这一路走来，哥几个算是生死之交了，能结交你们一场，五虎八一死而无憾。回去告诉陈瞎子，折龙山没什么特别的。去他妈的折龙山！大家保重。不相信你说的那些话。但是没办法，从小到大
我相信你这个人。老哥哥，您说的全都在理儿啊。但是像我们这种没文化的人吧，有的时候认的他不是理儿，认的是兄弟。你来保重啊。孙某人一片真心想延续大家的生命，到头来变成了孤家寡人。我不会跟你们去的，我会到洞口等你们，朋友一场。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变成孤魂野鬼，我会在洞口把你们的尸体带回家去。金殿，风动仙阙，悬九天。天宫之美啊，不是人间可以想象的。但其实，它是一个地狱的入口。三十桥，象征先王历尽三世之苦，开启升仙之门。是万劫不复的开始。
去动它。山就是山，山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它有生命。凡人一生跋涉，山一生十万里，睡一觉两千年。翻个身八百，我们这些肉眼凡胎的怎么会看破沧海桑田呢？他的眼睛，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。
生，只能向父母下跪。真他妈难看，还他妈有口臭。在那儿，如果有一天虫王燃烧了，所有的火虫都会来到虫王的身旁陪葬，堪比猎狗还忠诚嘞。蚂蚁吞象，
明早出发。